我这是五行犯徐啊。好巧啊，他住你对门，是时候把陈年旧账都算清楚。我是北京 CBD 的陆佳，一周前我从北京回到东周，今天是我搬家的日子。佳佳，你要是在家呢，爸爸每天都能给你做饭吃，可是你要搬出去了，那谁来照顾你呀？你再考虑考虑吧，啊！哎呀，别担心了，我是有人很好的。再说了，我要是在家住，多耽误你跟佳阿姨二人世界呀。想说什么呢？这孩子。哎，我室友来了。哎，啊，叔叔好！哎，你好。哎，男室友。爸，你仔细看看人家。哎呀，这长得真精神。快请进。哎，谢谢叔叔。陆佳，礼物在哪？那边，那边。你俩怎么了？没吃早饭？也不是。哎，就当没吃吧。别提了。哎，吃，哎，记得来了，吃。哎呀，古人说得好，早快点说话。叔叔，等等，哎，这还有鸡蛋呢。哎呀，怎么磨磨唧唧的？一大男人搬走废弃。我来，我来。师傅，你别催我们了，我的天。你好。喂，杨洋，你还来不来？这都要搬完了。哎呦，我本来其实是打算要过去的，但我刚出门，我这肚子就不行了。我现在还在厕所蹲着呢。那个，哎呀，那我是去不成了，只能靠你们了啊。哎，行了行了，你让陆佳听电话。哦，你等会儿。嗯。喂。陆佳，对不起啊。我是真的怕去你家。啊，你懂的。取个最大值，再取个最小值，就出来了。都明白了吧？好，布置一下家庭作业。今天的作业不多啊。复习题的第一题、第三题、第六题、第九题。Which skill is its name because several tons of apple words to make it?下面同学们把课本打到106页，我们来学习新的课本。啊，我懂，我懂，正好我们搬完了，东西也不多，你不用来了啊。那先不跟你啊！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又要来了！哎呀，先挂了，先挂了。忘了提醒陆佳小心邻居了，算了，真不靠谱。走吧 ，Let's go go go！ 詹妮斯，你驾照拿多久了？驾照？我可是老司机了，就是车是新借的，我得跟他磨合磨合。没有没有没有
口左转右转？这应该是左转吧。师傅，好像左转。左转，师傅，这不是左吗？那是右。哎，都要。哎呀！哦，到了，哇，这就我家，你就收下吧。啊，好巧啊！嘘，表白呢。啊，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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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我来看，我来看，走走走走走。啊！快快快，快进去，快进去。嘘，嘘，徐老大，他住你对门。你不知道？对不起，我不过阳历生日。不过生日也可以吃蛋糕啊，而且这个蛋糕我做了很久的。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吃蛋糕，留着也是浪费。对不起，我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好意。老大是不是发现我们在偷看了？不，哎呀，他肯定早就发现了。不过这种洗马吧，我见过太多次了，老大肯定不会介意的。嗯，走吧，快进去。哎，他怎么？快走，快走！我说他怎么会？你说徐老大八卦？不是，那可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啊！哎，快快，刚刚那女孩，我们小区便利店员工。那对徐老大一见钟情，如同飞蛾扑向火。肯定是徐老大这次过生日给他告白的。不是，我是说徐阿修怎么会住你对门啊？哦，那这个就是巧合了。我刚搬过来的时候徐老大就在了，只不过他这房子是买的，我的房子是租的。你俩在这嘛呢？啊，听你们讲故事呢。嗯嗯。东西不搬了。好，走。你别难过了，总会有一天，你能找到一个愿意为你做蛋糕的人的。谢谢你，那这个蛋糕就送给你吧。哎，这不好，这不好，不好，我不要。没关系，你要是不想要的话，就丢掉吧。哎呦，哇，这蛋糕该怎么办啊？我饿了，要不我们就……哎，这不好。这有什么不好的？小女孩都告白失败了，这蛋糕进谁肚子里有什么区别吗？哎呀，咱们这是帮小女孩了却心愿。这怎么说也是老大的蛋糕，我们吃了不太合适吧？生日蛋糕不就是给朋友吃的吗？再说了，你把这个给老大送去，老大能吃吗？也是啊。哎呀，就当为老大庆生啦。咱们这么用心，老大自然也会开心的。真的吗？真的。来，插蜡烛。来，来来来，师傅，插几根？三根。为什么？问三嘛。哎呀，快点。生日歌要唱吗？肯定得唱，过生日怎么能唱生日歌啊？哎呀，我跟你说，人好歹寿星也在对面呢。哎呀，我们小声一点，仪式感得有。徐阿修，徐阿修，你可千万别听见。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老大生日快乐，祝老大生日快乐。耶！喷我一脸。师傅，我要草莓那个，我要芒果那个。
怎么了？想什么呢？怎么摸我呀你？想什么？哎，你不想什么？哎，小姐，小姐，摸摸。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老大，我们帮你庆生呢。我从没听说庆生不叫本人的。哎，老大，你看你衣服上有奶油了，我们帮你洗。谁弄脏的谁洗。外套我洗好了。没吃过蛋糕吗？我吃过蛋糕，但我没吃过你的蛋糕。照着镜子。我真是五行犯虚，用得着你说？完了完了！我以为朱德进就不会迟到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真的完了！宝贝儿，啊，上车！我的天，我五分钟就到了，真的不会迟到啊！跟我合租就这点好处，上班下班专车接送，保你不迟到。哎呀呀！哎，我们先到。迟到！这里请。你是不是又要出差了？哇，他怎么这么扫兴啊？你们俩别带东西啊，这趟出差挺久的。哎，忘不了。放心吧，别忘了带你师傅的毛衣针啊。毛衣针？怎么还带毛衣针啊？哎，轻点儿。哎，詹妮斯，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啊？哎呀，宝贝儿，我房间里有个闹钟，你拿去用吧。嗯，我走了，你保重。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别忘了你跟我打的赌，想认输早点说，别到时候影响公司荣誉。工作。许家修，你该小看我，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来，来吧，我能做什么？别着急啊，会 PS 吗？我会美图秀秀。困难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大一些啊。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将程序中所涉及到的组件啊，还有元素啊，还有图片进行调整，以适配不同的客户端。没关系，我已经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二次拆解，你只要负责按照不同比例的需求来裁剪图片，剩下的工作我来完成。裁图其实很简单，但又是一个量很大的工作，非常占用时间和体力，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啊，把图片导入之后，只需要像这样啊，按照项目数的要求，比如说这张图放在引导页，按需求呢调整成640×960，好，然后输出。
其他的呢以此类推，一张图会涉及到四种到六种不同的比例，千万别弄错，也别漏掉，看懂了吗？哦，我需要再消化一下。好，我先给你把 PS 装上。哦，好。你电脑有点慢啊。哼，徐家秀就是这么对待人才的。没事儿，马上就好。嗯。啊，怎么又黑屏了？你确定你装的不是病毒？怎么可能？你看看。徐家修，能不能给我换台电脑？我一周工作四天，我他就罢工两次，你说这多耽误工作啊！不过耽误工作是小事儿，耽误乌雅的名声不就是大事儿了吗？好，去走流程吧。哦，谢谢徐总。也太麻烦了，公司一共七个人，每个人都要签字。第一个，财务部门。不在的人怎么签啊？微信确认。OK，OK，OK，宝贝儿。下一位，副总裁。清理电脑吧。哇，谢谢老板。终于帮我换电脑了。嗯。都两点了，我要赶快修图，不然干不完了。把活干完，嗯，真好。小鹿姐，徐总找你去办公室。哦，好。徐总，有什么事儿吗？这个是半年的对账单，你回去核对一下，周五之前给我。你明知道我这周要交外接工作。我有说过你本职工作不用做吗？可是我……或者直接认输，再干三个月。我的人生中就没有认输这两个字。是输了不认吧？你还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快去吧，毕竟你是要忙两份工作的人。哎呦，徐总，对不起啊。那你把它摆好了再走。闭
竟我是要忙两份工作的人。本周是最后期限了，是时候把陈年旧账都算清楚。陆家，我今天工作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你做的怎么样了？哎呀，完了，我图还没修呢。哎，这是什么？这是财务对账单。你还得核对这个。对。这么多，你忙得过来吗？我忙不过来啊，我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活儿。我都分裂了，我说了当时怎么答应的那么痛快，原来都在这儿等着我呢。他明知道我这周能把周云波的项目给弄完就已经很不错了，他还让我周五之前把半年的财务对账单拿给他。你说他这个人怎么装一肚子坏水啊？所以我们从小就管他叫徐败坏嘛。我觉得叫徐败坏都是轻的，应该叫他徐败类。来，让我看看你今天完成了工作的多少进度了？啊，才完成了预计的38%呀！不管怎么说，我今天晚上不睡觉，我要弄完即开。哎，别意气用事，觉还是要睡的，要不然明天工作任务怎么办？而且还要吃饭，走，我们吃饭去。我不饿。还说你不饿，你肚子都叫了。不是我。嘘。我知道我们门口新开了一家海鲜烧烤店，他们家有什么？有十三香、油焖蒜蓉、麻辣小龙虾，还有阳澄湖大闸蟹、避风塘炒蟹和清蒸大螃蟹，想不想吃？想吃，那快走啊！啊，对呀，啊，走。他家还有限量版的海胆蒸蛋，早去早有啊，去晚了就没了，好好吃哦。等等，哎，徐总，有什么事儿吗？这菜，老板点菜。好嘞，三位吃点什么？这个吧。再帮我加6只大闸蟹。啊，怎么能要大闸蟹呢？那么贵，谁付钱？老板，我们不要。哎，陆佳，咱们公司有个规定，
加班吃饭，老板买单，我们赚了。我再点点这个，总算有一个好的规定，看我不吃穷你。这个，点这么多吃得完吗？怎么说话呢？当然吃得完，这不还有我呢吗？哎，徐亚修，你看我们最近这几天老是加班，陆佳呢又住 Janice 那，他去上班也就几分钟，我就惨了，我离这儿太远了，我能不能去你家借住几天啊？不行。2017年1月7号中午12点15分，你把泡面汤洒在我家沙发上，那个沙发我洗了三天。2018年2月8号晚上11点18分，你在我家打游戏，骂骂咧咧把我吵醒了。还有2019年，哎呦，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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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去就不去嘛，小气，记那么清楚干嘛？不过，你如果实在困难，公司储物间有睡袋。你赢了，不去了。谢谢。我们也有，谢谢。菜来了！哇！是不是老板买的？当然了，他这点节操还是有的。那不够吃可以再点吗？当然可以，沃亚没有让员工吃不饱的道理。好，但是吃撑了沃亚可不负责。吃。来来来，谢谢。哇，哎，陆佳，我帮你剥。你那样抱怨，简直是在侮辱大闸蟹。吃到肚子里不都一样的吗？你厉害，你吃的螃蟹比我吃的螃蟹多，但我吃的虾比你吃的多。强啊！必须的。不过如此。你是谁的？你们幼不幼稚啊？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沃亚老板呢？来，你吃他的，你吃他的，剩下的归我吃，吃啊！吃。走吧。怎么了？有点胃疼，没事。没事就好。那我们回家。哦不，回去加班。走。没事吧？
晚了，我的财务对账单全部弄完了，我们就剩修图了，决战最后七小时，加油！耶耶耶！保存了没啊？吓死我了！起来了，起来了。最后一张图我发给你了啊！哦。任务完成。耶！给他发过去。来来来，你来。我来。发出去了啊 ！OK！ 耶！我要睡够48个小时。我要睡够8800个小时。还不忘怼我，我说你心眼也太小了吧，不就是我爸当年把你跟杨珊妮拆散了吗？至于吗？你说。你就这么认为的？嗯。啊，你没事吧？我送你去医院吧。来，起来。走。哎呦。医院在这边，这边。怎么了？你这么大个人还怕去医院啊？我跟你说，我不是闲的，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走走走走走。好好好，你胆子小怕去医院，但一味的逃避是不对的。来，我带你克服阴影啊，走。我不去。
请参考员工手册第八条第三项，陆佳你已经超出餐标687.5元。嗯，我作为老板有必要提醒你一下。还有餐标？还真是啊。从不停路过虚幻的风景，保持着信心，总有人回过头质疑，而那些人却只会浪费口舌的嘲笑着我。不管继续跑得多慢，从不质疑。Let me tell you what I got， 永远不会喊累。道理特别简单，就像喝杯白开水，也许会被说异类，不过是一个称谓。只要对自己无愧，未来会给你回馈。No fake。如果要飞翔，不需要导航，用你的向往改变这世界的风向。追逐的路上，如果迷失方向，心中依然能够明朗。失望或拥有，用我的节奏 ，Right on the flow， 找到自由。总有个出口在你的左右 ，Just let it flow， 你的平凡也是。Come let's talk about who gonna start。 那些所有借口理由全部站不住脚，一直跟着心 My friend， 不管再艰辛，世界终会给你回应。 Just believe in your things， just do， 其他你不必在乎，也许会孤独算另一种幸福。 So just get about the shine like I always do， 只有义无反顾走自己的路。 Sorry。 如果要飞翔，不需要导航，用你的向往改变这世界的方向。追逐的路上，如果迷失方向，心中依然能够明朗。失望或拥有，用我的节奏 Right on the flow， 找到自由。